名叫耶稣的人，生在犹大的伯利恒，他是木匠的儿子，母亲出身农家，既无显赫家世，也没有光荣的名声。在他三十岁之后，短短三年中，震动了古老的犹太民族。然而，那不是他来的目的。他是为世人苦难而来，他是为世人肩上重担而来。在他的时代，他是人们的希望，他是瘸腿的行走，瞎眼的看见，被掳者得自由，受压者得释放。但是，世人却如何看待他？2000年前的那一天，众人大声吹逼比拉多，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的声音就得胜了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Thank you.
责备他说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就说是你吗？
站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的，有耶稣的母亲与他的姨母，格鲁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耶稣看见他的母亲和他所钟爱的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：“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”接着他又对那门徒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从此，那门徒就接耶稣的母亲到自己的家里住。Thank you.
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，就说：“我渴了。”有一个器皿盛满的醋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的醋绑在牛膝草上，送到他口。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：“成了。”便低下头，将圣灵交付神了。
在你的手里，安息日，星期日黎明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跟另一个玛利亚一起到坟墓去看，忽然有强烈的地震，主的天使从天上降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，他的面容像闪电，他的衣服像雪一样洁白，守卫们惊吓得浑身发抖，像死人。我知道你们要找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，他已经复活了。你们过来看安放他的地方，你们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
2000年后，故事仍然在人的口中流传。这位名叫耶稣的人，原来是上帝的独生爱子。他甘心卑微，认同人的样式。他降生马槽，舍弃高天尊荣。千百年来，他仍然流露亘古不变的爱，十字架上舍身流血，依旧还是世人得救的赎价。他，基督耶稣，是现代人的希望。